睡到好像冬天了。弟弟醒了，弟弟要不要跟我们下去冲虾？要你这边喂，难玩啊！那些东西，你看我们的车载满满的，后面就没有位了。来，弟，来走了，我们下去冲虾。早上就很多人吃了，刚才看到好几个摩托在那边打包了。都干一两三了。大姐。咖喱辣沙，有叉烧，有云吞，有豆腐煲，冇屎坑，屎坑外零加$3，屎坑外$3啊！而家云吞有肉碎，叉烧，跟住有云吞。嗱，我哋嘅云吞面系咁噶，黑色噶。香港嗰啲云吞面唔系咁噶，有炸肉丸喎。炸肉丸，有鱼丸，有炸云吞，好多料口，系冇屎坑嘅。不过我都唔系好中意食屎坑，有咪食咯，冇话冇特别中意食，所以加$3又唔需要啦。得，可以试下这个。早餐喽，现在出发去拉比斯。弟弟睡觉啊？刚才我们吃了多少钱？两碗面，两个面包，然后一杯水，$18.9。2 hours later。这边除了有 campsite， 也是有民宿，然后也是有 day trip 的哦。day trip 就是走那个 fruit farm 哦，坐 mini bus 去游 fruit farm， 还要走一段 off road。沙尘滚滚。A few moments later。开始搭帐篷，2 hours later。 这个就是我们的帐篷了，这个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开了，上一次是去那个文东 Natural Farm， 这一次我们就来到 Lobby Sunrise。 So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外面啊，应该是里面，这边就是它的内帐了。这边有四个格，可以放你的叮叮当当啊，放你的衣服啊，放一些物品啊。然后打开它就可以足够我们一家四口睡了。我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其实可以放两张双人床啊，但是因为我买这个床哦，收纳起来的时候那个体积太大了，我的车根本放不到两个，所以我就买一个单人了。那我就跟妈咪和弟弟睡这边，果果就睡这个，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位置给我们放一些物品啦。然后这边它搭那个内帐其实也是蛮容易的，因为它有这些扣，所以红色的就跟着红色的扣，然后其他的就是这样子绑着了，勾着了，不是绑着了，勾着罢了。后面也可以，
后面也是有了，有这些扣，所以其实是蛮方便的。帐篷其实是蛮高的，所以你看我的高度，所以我这样子站起来，我还有两个拳头、两三个拳头的高度。然后现在就已经搭好了，所以这一边就给他们坐在那边玩啊，然后那边就是我们吃饭煮东西的地方。好，所以现在我就去跟他们讲我已经搭好了。对，整个帐篷是我一个人搭的，他们已经去玩了，去游泳了。妈咪带他们去游泳。现在下雨啊，收椅子进来先。游泳池的体积不大，但是也可以容纳很多小朋友，水的深度也刚刚好，因此可以放心让小朋友在这里玩耍，但是父母还是需要在旁边看顾比较好啦。听营地的管理人说，这个游泳池也是刚刚建好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小朋友多一个玩乐的地方。也的确啦，带小朋友去露营，如果有个游泳池，真的能够帮到爸爸妈妈减轻很多负担。营地还有其他游乐设施，我就在下一支影片再介绍吧。这期的影片就暂时到这里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记得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